好，大家好，我介绍我们这个机器互动的机器罐哈，这是一个罐子，然后我们要做一些练习，可以看荧幕，它会有相对应的回馈。好，那如果小朋友动作不好，我们就让他先投，从比较大的开始投起。那因为每个小孩的能力不一样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如果是他可以投这样大小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让他投这样大小的进来。好，也可就可以这样子做一些练习。那也有这样的大小。好，就会有一些形状出来哈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制作方式是接滑鼠的左键，还有接什么呢？还有接这个，就是贵公司的这个长柄的微动开关。好，那这个非常好用哦，帮助我们特殊的学生很多的忙。好，谢谢你们。